極全友會，為我哋表演洋式精緻練廿八式，有請香港太極全友會，係咪？係，有請。方便我拍的嘛，知我鏡頭就曬你啦。你家本身嗰家用家都分嗰啲又蛋化又剩嗰啲，唉，咁即係兩分鐘交功課嗰啲啊！有啲新鮮㗎，兩分鐘交功課比賽。一係佔後面嗰側，一係成個頭要，每日好似而家鴛鴦式，所以係鴛鴦式啦。咁又係試嘅，交足廿年功課，我冇廿年啦，十三年。今年各種搞唔搞周年慶慶咧？好一次啫嘛，15周年咯，10周年有冇？嗰次搞6周年，你6周年嗰次到而家都冇咯。10周年都有，好啊，15有，15周年，即係有個台表演嗰啲喎，唔係任何嘢喎。我都有2、3個。啊，佢嚟過2次，一次係喺嗰度擺個台，一次咧就落雨喺嗰度擺兩次擺。15周年我件衫，我記得6周年做多咗，15就有可能。自己坐落落雨咪喺呢個中間度。試過一次啫嘛，唔係有兩次，一次喺個台，一次去泳池，總共兩次。我有坐喺下邊嗰度，我擺好耐啦。問佢又話，又話冇資源，又話冇錢，我話10周年好難得。下個因為嗰次係10周年嚟㗎，我記得喺入邊落雨嗰度做嘅。十咩？啊！我翻去睇下件衫。呢件15周年啦。我件啊，豐富過。即係師傅多啲啫嘛，咪係咁睇咯。一樣咁多，即係話少啲師傅。啊！啲師傅多啲，係咪？師傅玩多啲。第一兩個嗰啲，冇亂就冇去揾嘅。
如果冇亂嗰啲犀利，有啲比賽嗰啲好勁。你遲啲七月體育節嗰啲冇亂嗰啲咪勁咯，嗰啲係咪？砰聲啊，都好犀利，打幾下喉嚨翻就翻嚟。各種加工冇人，啲人冇亂搞啊！冇亂啲比賽好犀利啊！嗰啲真係參加國家隊嗰啲。喂，跳廣太極有冇劍啊？劍啊嗰啲？同家國跳廣，各種嗰啲。喂，佢都係跳廣啊，屬於啊武當好多劍嘅種類。佢請大陸師傅落嚟教啊！同埋喺啲學校推廣啊嘛，而家入邊有比賽啦，可以推廣一陣。我冇去玩過劍。啲世界冠軍嗰啲咁啊，吸引到好多人學。如果咁有嗰啲實力，好話一多啲人玩咧，一唔齊整就唔好睇咯。即係你幾大支鼓交咗板咁多。不如快慢去一齊整好睇，齊整啱啊！或者只大師傅玩你一件，邊個快邊個慢就好睇。係，咁唔知佢爭少少啊！有咯，唔出奇嘅，又係嗰啲咪知嘅，你都玩唔曬啊！係啊，嚟嗰啲玩到五六分鐘啫嘛。我去花園嗰個玩龍年嗰班好嘢咯。哦。我同埋喺